大家好，我是小苏。今天起了个大早，带着两个妈妈去县城了。对，给乐乐、奶奶走，走，拜拜。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靠不住，住就搁那个山庄，就说住我是不行，住坎庄上，就说等会儿也会在那说这弄的边境要弄的了，怕能翻上小船，靠不住，这能翻上小船？嗯，这都住在那瀑布上了，俺家来了的。嗯，俺想来趟看俺姐姐过完。人家来金坛子呗，你可就坛子那种了。住了会嘛了？我觉得会摘小房子，摘摘小房子。好黑呀，住不行了。厨房也不高啊，说厨房都在厨房面房，一般的厨房就这么地儿的。我下给你烧点水呢。不是，那就是厨房，那叫厨房，一个那厨房就搁上头。不是不是，这它整个框的，比没有两一米两这两道，那都会刮外壳了。嗯。再说了，这厨房面房的，这被不会染。嗯。不得不。这反正就是挂了个缝，挂了通通了，不用开电扇了。不是十里天，嗯，这边来，这通着水是通着水，天上洗，这是热水器，是，嗯，这洗澡的这是开着，抓都来了还不沾污，这会这人住可不干了，哪都没开开就通了，住可是，讲说声音，这人没这条路，说声音，用的没几天，穿过了，他跟那边就有好多吃的，你都这会吃两口空气真没了。上家了，当时住的了，住的了，拍了住的。这个抓着洗洁精了。洗洁精就不行，你就抓着清洁了，住的都是油渍啊。不想住的了，你前面上都弄清洁，弄好一点都是油。这擦的不容易。擦了好几天。哎呀，光擦点厨房，就真的是厨房擦了三四天。是。哎，光在厨房呀。我要稳稳的幸福。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是不是？都来几次了？都来了，九次了。
是嗯，伢说了说了。你来不死了。哪来结婚了？嗯，他来憋死。